弟兄姐妹平安，早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向他献上我们的活祭。我心切切的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歌唱你的恩典，直到
向你敬拜，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一句，我在你怀中单单向世人来做见证，阿们，单单向你述说我们对你的爱，直到我们见你的那一天，阿们。主啊，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主啊，因此我要说我的心我的灵，你要来赞美来敬拜耶和华，阿们，因为他配得一切的荣耀，阿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欢迎弟兄姊妹一同来参加加入祷告大军的行列。众神之中有谁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至圣至荣，可颂可畏，事情启示，也有谁像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他以我们为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的子民，让我们可以在天下万国人当中来宣扬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么荣耀的主，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中，我们每一天要比昨天更多的来渴慕他，认识他，敬畏他，爱他，信靠他，跟随他。好吧，在今天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攻读几段神的话语，愿主的话语引导我们进入到他的心意，让我们祷告合乎他的心意，上达他的宝座，蒙他垂听而成就。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段神的话语，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启示录的第五章九到十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在他眼中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呢？他的心意，他希望我们是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记得在昨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神恩召我们，他创造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恩召我们有个目的的，不仅是让我们来管理他的创造，让我们在一切所创造的万有万物当中能够作王来治理，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亲近他。你越认识他，你越会信靠他，你越信靠他，你会越爱他，你会越依靠他。一个依靠神的人，你就从他得智慧，得聪明，得能力，在凡事上面你可以来彰显他的荣耀，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这个位分就是一个祭司的位分，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心意没有改变过。神今天创造我们，他救我们，他拣选我们，他今天设立我们做一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一直到永恒，他都希望我们
能够势力在他面前亲近他。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身份何等贵重吗？如果你知道这个身份，如果不是神给你的，我们绝对凭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本来人受造的时候我们都拥有这个身份，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失去这个身份，可是神没有忘记他创造我们的目的，他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过。你失败了，但是神不会失败，我们失败了，神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了，他要救我们回来，从罪恶死亡的这个结局当中他把我们救回来，恢复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你看，当人失败离开了伊甸园，人开始在那里汗流满面，在那里很辛苦的工作，可是主给我们一条路走，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懂得神所告诉我们的方法，循着神所告诉我们的路径，就在他面前献祭，在他面前我们像在地上我们是个祭司，我们设立祭坛，我们献上我们的祭物，不管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但是从心里我们发出来的是一个悔改，是一个感谢赞美感恩的心，神就乐意垂听，他乐意赦免我们的罪，他乐意垂听我们所求，应允我们所求，加添给我们我们自己所没有的能力、智慧、权柄等等。所以我们看到神好爱我们，他给我们这位分就要我们不断地来亲近他。神呼召我们就是来做祭司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他们在地上他们懂得神告诉他们的法则，他们走到哪里祭坛就住到哪里，他们在那里献祭，他们跟神之间有个美好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他们就非常的蒙受祝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我要赐给你后裔，要成为大国，万族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你看到一个人他的敬畏神，他相信神，他应享所及，不但是他自己的后裔，而且是列邦列国的人。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在神面前你的地位。神不仅是希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有一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们来亲近主，主亲近他，而且主的心意是每一个人，其实是每一个人。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下到埃及，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们讲说，他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就是每一个这个族群里面的百姓，每一个人，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做祭司的，这是神的心意啊。在这里看到我们人，可惜我们失败了，我们怎么又失败了呢？你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救离出了埃及，进到旷野，在西乃山下，神要给他们律法，告诉他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的行事的法则，神的标准是什么，这里的百姓我们如何能够来履行神所告诉我们的一切，以致我们可以活出这个君尊祭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出来，让天下万物的人能够来认识神，能够蒙受祝福。可是以色列百姓还没有等到这个律法颁布下来，这个细则他们还来不及好好去仔细的去揣摩去学习，他们看到摩西还没有下山来，他们就急了，他们就跟亚伦讲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那摩西不见了，神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给我们立个神像来带领我们吧。亚伦就听从了，结果就为百姓造了个金牛犊，这件事情大大干犯神啊。我们人如果不来到主面前接受他的启示和光照，我们自己的别的来代替这位神，我们的愁苦就加增，我们的结局就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如何失败的，他们拜了金牛犊，结果摩西下山来看到非常的生气，神要毁灭这些的百姓，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神所做的，他们不配作为一个祭司国度的百姓。摩西就告诉百姓说，凡是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
十二个支派当中只有一个支派到摩西那里去，其他十一个支派并没有照着做，就说那些百金牛犊的人都要除灭掉，也只有利未支派的人照着主的话去做了，其他人他们舍不得，他们不忍心，他们看自己的利益或怕得罪人，就他们没有照着做。就这些人本来他们有资格可以做祭司的，结果只有利未支派，利未支派遵照了神的话语，跟这些偶像划清界限，跟这些污秽划清了界限，除灭这一切悖逆的人，他们被拣选出来作为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本来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份的，结果十个支派当中只有一个支派被拣选出来，其他的人做什么呢？他们不再是祭司，他们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但是他们不是祭司。祭司做什么呢？祭司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所做的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可以来亲近主，可以来侍奉他，向他献祭。其他的人没有那个资格，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是要在那里要献祭没那个资格，甚至悔改要献祭也没有那个资格，必须透过这些祭司的阶层。多么的可惜啊，本来是所有的百姓都有份的，即便被分别出来的百姓立位支派后来还是失败了耶，怎么回事啊？他们并没有按照神所说的去做，他们并没有认真的来面对看待这位荣耀的主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位分，凡事不再照自己的肉体所喜好的去行。结果你看看他们结果是如何呢？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没有照神的话语，他们献祭的是用燔火，就当场被击杀了。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污秽和苟，跟这个在帐幕前面伺候的妇人苟合。我们看到甚至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进了迦南之后，这个利未支派的人他后来居然导致但支派的人变成拜偶像的支派。看到士师记里面甚至利未人他娶妾造成后来骨肉相残的很多这些不幸的事情，多了多了。我们看到祭司也失败了，亚哈斯王的时候甚至祭司乌利亚照着偶像的这个坛，然后造了之后放在圣殿里面污秽了神的祭坛，神的圣殿。尼西米的时候大祭司跟外邦人结亲，娶了参巴拉的女儿，他的女婿这个他的女婿呢就是住了参巴拉的女婿，跟外邦人结亲等等，连祭司也失败了啊！我们人是多么的不堪，我们在好多的事上我们没有看重神给我们这一份，明明我们跟他接近，我们可以得着最好的，我们可以跟他连接在一起，我们信靠他，我们可以成为万邦万族的祝福，让人来认识他，我们可以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各方面都可以做榜样在天下万古人当中，但离开神之后我们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失败了，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他的计划没有改变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献上了自己做挽回祭，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他自己身的祭司祭物，他将自己献上，他成了永嘴的永久的赎罪祭。当耶稣基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了君尊的大祭司，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他把他的生命给愿意相信的人。我们今天在他里面，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我们又恢复了一个身份，我们可以作为祭司，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可以再次在他面前献上感谢赞美心灵和诚实。我们如果做错了，我们也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献祭，神也悦纳。弟兄姊妹，我们再也不愿意放弃放掉这个君尊的位祭司的位分了。你有了这个位分，你还羡慕什么其他的吗？我盼望弟兄姐妹，凡事我们不再是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想要求自己益处的结果，我们愁苦就是加增。刚刚那些很多的那些历史上面的种种我们已经记得了，我们不愿再重蹈覆辙，
我凡事愿意讨神的喜悦。保罗就说，我是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悦吧？如果我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他说今天主把福音托付给他，他说我们就讲了，我们就在人的面前，我们就只管讲了，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们是要讨那位查验我们人心的神喜悦。做神的祭司，就是做你所喜悦的，我就献上，因为我嘴唇那个颂赞委祭献给他，我心灵诚实献给他。神与我同在，今天有神的同在就是得胜的一天，他就必然是得胜的一天。弟兄姊妹，你在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是一个金尊祭司的位分？你走到哪里，我愿祭坛就住到哪里，我的祭物就献在哪里，哪里有感谢祭，哪里有心灵和诚实为祭，哪里有把我主权献给他，我在那里向神敬拜。我在我的公司里面，我在我的学校里面，我在我的家里面，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我随时我向我的主献上我的感谢赞美。那里有神的同在，那地方就是神祝福的所在，那里就是你走到哪里，神的祝福就会因为你在那里献祭带给旁边的人。我愿今天神的儿女，我们都来向主献祭，神的国度的每一个子民，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让我们把握这个时刻，我们把握这个身份，把握这个机会，每一天我在出门的时候，我就这样的献给主，凡事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首先我们感谢主选召我们，我愿我们甘心乐意来侍奉我们的神，凡事讨他的喜悦。我们一起开始来祷告。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主，你没有将要好处留下不给我，你没有将要好处留下不给我。主啊，因此我在你面前，我要感谢，我要赞美你。我在你面前，我读你的话语。我在你面前，主啊，我就是主啊，爱你，寻求你的面。主啊，是的，主，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主，我们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把我们从粪堆中抬举起来，从黑暗中，主啊，成为光明之子。主啊，你乐意把你救恩赐给我们。主啊，因此主，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路上，每天的路上里面，主啊，知道怎么样来选择何者为圣，何者为俗。主啊，何者是一个圣洁的，何者是玷污的，何者是善的，何者是恶的，好叫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今天早晨我们为着主啊你给我们的话语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天天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主啊，当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明白的时候，主啊，你是亲自用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知道主啊怎么样做才合你的心意。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在祷告，我们求主，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我们全力以赴。我们要讨的是主的喜欢，我们讨主的喜欢，有神的同在，旁边的人就因此而得福。我们不是要得人的心，是得神的心。有了主，我们什么都有，旁边的人跟我们一同得福。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耶稣，有你同在，耶稣啊，我们得福，旁边人跟我们一同得福。耶稣，你的话语最宝贵，你的话语最准确，你的话语最有能力。耶稣，给我大量的来读你的话语。耶稣，引导引导我们。耶稣，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是的，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的恩典。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侍立在主你的面前。主啊，再一次的主啊，让我们跟你的那个关系是真实的，是火热的，以至于主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主，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降服。主，帮助我们不是自己来判断，主啊，乃是思想什么是讨主你自己喜悦的，以至于我们就说，以至于我们就行。主啊，主啊，给我们信心。主啊，也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就坚持就坚立，以至于主啊，主啊，我们持守在主你的真理当中的时候，主啊，我知道，主啊，这个祭坛就是这样子的设立。主啊，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有别人的生命就能够得到祝福。主，我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无论到哪里去，祭坛就主到那里。我们渴望每一天，主把我们摆到任何的地方，当我们献上感谢祭、赞美祭，我们大量读神的话语，我们同心合意求告，神就在我们中间。我愿神的儿女无论到哪里，我们就把祭坛主到哪里去。
好吧，我们求主引导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遍及主坛的祭司，我们来祷告。耶稣，我谢谢你赞美，耶稣，耶稣，我谢谢你，去到哪里，主啊，你做我，主啊，我就是祝福到哪里，主啊，我的，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我的诗歌就唱到哪里，主啊，我传讲你的信息就到哪里，耶稣，我爱慕你，做见证也做到哪里，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主啊，亲爱的主。主啊，是的，让我们以感谢赞美为祭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无论我们到哪里，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来主坛献祭。主啊，无论我们在职场、在校园、在家庭当中，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献上自己为祭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当单的来寻求你。主啊，将你居首位在我们的心中。主啊，真的是 无论何时何地，主啊，无论我们主啊在怎样的境况当中，主啊，我们都能够来寻求你的面。主啊，让我们真实的领受这祭司的职分在我们里面。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越活越像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能够主啊成为那馨香之祭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悦纳我们这用生命所献的祭。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